这个出家是缘分。那么首先呢，自己要真正发心，最好啊是要把佛法了，就佛教啊搞清楚，不要迷信，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知道出家的意义，为什么要出家，绝不可以感情冲动，糊里糊涂就出家了，出家之后又糊里糊涂的修行，修得糊里糊涂，将来死的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，这就错了，出家不外乎两桩事，第一桩事呢，护法，做内护，这个内护就是管理道场，为道场服务。第二种呢，发心讲经弘法，带领大众修行，出家人做的就是这两桩事情。在家同学的护持这是外护，内护外护，跟弘法结合成一体，互助合作，佛法就兴旺了，众生才真正有福报。